守卫森林的片名源自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，这里60年代刚建成的时候定位是高端综合体，但久而久之变成了鱼龙混杂的地方，里边住着上百个国家的移民。号称香港少数族裔的九龙城寨有小联合国之称，尤其多的是印度人与东南亚人。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还特意去里边转了一圈。90年代重庆大厦周边的治安很差，犯罪无孔不入，现在已经改善，反正我是活着出来了。重庆大厦是多元文化的地标，重庆森林里的香港也像一个微缩版的世界，各个文化背景的人汇聚一处，每天上演着永不落幕的悲欢离合。